咁今日咧，我哋呢項目咧就正式命名為 Blue Coast 啦。咁我哋係位於港島南港鐵站嘅上蓋項目，咁係屬於第三期嘅。咁呢個第三期當中咧，我哋就分咗三 A、三 B 同埋三 C。三 A 商場部分咧已經喺早前咧就已經係開始試業噶啦。咁而三 B、三 C 咧係屬於我哋嘅住宅部分咧，就係位處於三 A 嘅上蓋嘅。咁所以我哋有一個獨有嘅賣點咧，就係我哋有一部專業咧，就係往返呢一個商場啦，就收曬商場啦，同埋我哋嗰個住宅嘅平台嘅。咁所以嚟緊我哋會將其他嘅資訊咧就陸續就同大家再發布嘅。有冇最快幾時可以推售啊？嗰時間仲快咧，我哋得嚟咁快。咁大家知道下個禮拜香港都應該啲啦，好消息出嚟嘅嚇。咁我睇一睇嗰個財爺嗰個財政預算啦，咁啊對香港有啲咩指引喺度？咁經濟點恢復啦？咁我哋就住個時間都係按住我哋自己嘅計劃去推動。有機會三月份開售。趙生可唔可以講講就係話咧，關於嗰、那個即係預算案，我頭先講提到啦，就係話即係覺得政府設立嘅機會大唔大啦？做法上即係你點樣睇呢樣嘢？政府對香港而家嗰個經濟情況都好熟悉嘅，咁佢自然會採取一啲合適嘅措施咧，咁嚟到係使到香港嘅經濟咧盡快恢復咧，咁可以大家市民更加可以安居樂業，呢個最緊要。見到最近即係一二手都比較淡靜啲咧，會唔會今次呢個開盤嗰個開價咧都會即係保守翻啲吸引？二手淡靜嘅，其實正話阿威哥同阿我啲都講咗啦，因為我哋未開盤，我哋開盤都應該熱鬧啲。今次會唔會再有深水炸彈價？啊？講俾你聽啊，不如講俾你聽。你講，你講係啦，深水嘅睇下氣氛點睇先。我哋可以講嘅成本都28,000。可能高啲嘅，而家個息口都仲係高嘅，萬八咁。咁你睇下，你想食得幾深，蝕得幾深？到時我開價嘅時候，大家咪知。即係唔排除會蝕本價出嚟。嚇？係你講。係你講。我哋未定食個價。唔係，可能賺咯。兩萬八係即係成本價，成本個現階段可能。因為長實今年全年咧，即係整個推盤有幾多個全新盤有機會推，涉及邊啲區啊？基本上嚟講，我哋暫時睇到都係三個盤有機會推嘅。咁一個就係而家啱啱出嘅 Blue Coast 啦。咁我另外就會喺安達臣道嗰邊咧，咁啊嗰個盤都有機會推出。咁第三個盤就喺啟德嗰度啦。睇翻呢個盤，其實住宅部分分兩期啦，有冇機會一次過推售？我哋睇睇嗰啲市況同埋個市民嗰個反應點樣啦。咁我哋不嬲嚟講都喜歡，不喜歡囤積居奇嘅。咁如果市民有咁嘅需要投售咧，咁我哋都盡快咁推出啦。趙生啱啱提到會推三個盤咧，想問下嗰個時間表大概係點？未定未攞，要攞到盤聲先定啦。而家除咗邊公司外咧，嗰兩個樓盤都未有一個有具體嗰種上落方程式嘅時間表。或者我哋集中講翻今日我哋嘅 post 先啦，係啦。有冇 post 嗰個 FX 嗰樣嗰個資料啊？我都遲啲啊，我稍後做啦。我啲主打咩類？因為我哋有100個 PC 啊嘛。咁而家我今日講咗2個賣點嘅，咁仲有198個。係再98個。98個，所以未來一段時間咧，有機會都可以一日見到你哋三幾次嘅，因為我可能有五次發表，發表一個或者兩個或者三個。我哋呢100個賣點出售，我哋先至可以出售。咁事實上大家都睇到咧，咁今次我哋都係一個大啲嘅嘗試咧，有6個地方咧一齊宣傳、一齊推廣、一齊收客嘅。咁所以嚟講，我哋係所有嘅 marketing 嘅資料咧，咁要嚟喺唔同嘅地方發放出嚟，等啲準買家。收到資料又詳細研究之後咧，做出買賣嘅決定。咁所以可能嚟講就係即係都要分段發展嘅，因為你資訊特別係跨境嗰啲嚟講咧，好多時資訊發布嘅時候咧就唔可以一日太多，因為好多資訊係未必好似大家合作咁幫我哋登曬咁，有
有次嚟講就佢只係三單新聞嚟，佢可能揀一單佢覺得重要嘅。咁樣我哋買家咧，可能佢係損失咗或者係缺少咗一啲資訊咧。咁所以我哋希望就係按部就班咁樣。咁有威哥講，得唔得？會推3B 定 3C 定 3B 定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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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 3C
樓市一路都，我覺得一路都係幾好嘅。即係香港人始終嚟講係買樓咧，要解決佢哋嘅居所咧，咁係佢哋最大嘅心願。咁只要個樓盤嘅質素啦，地點適合，價開價適中，價錢係唔係話過取嘅時候咧，咁市民都好積極踴躍咁入市嘅。所以你睇翻，譬如即使話大家都一路覺得唔係表現咁好嘅2023年嘅樓市咧，其實有幾個盤嘅大賣，賣得相當之好嘅，九成幾甚至賣曬咁都有。咁呢個就話睇一睇呢個項目咧，佢哋個定位啦，嗰個質素啦，佢哋個取嗰個價錢咧，受到買家嘅歡迎啦。咁呢個先係最大嘅因素。咁所以我哋對香港樓市嚟講咧，係絕對有信心。咁設立，如果政府設立會有啲咩影響？對唔對？覺得設立之後，影響一定好啦，大家都開心啦，一定係好嘅影響。如果設立嘅時候，絕大部分嘅香港市民都會開心。即係唔擔心咧，因為而家你哋啱啱就推出新盤啦，咁啊財案就下個禮拜就有機會有新嘅一啲政策啦。如果今次嗰個模式依然同上次一樣，就即係完全設啲咁樣啦，即係擔唔擔心咧，都對推盤有一個影響。擔心，我正話都講咗啦，其實政府係對香港整體經濟情況咧都掌握嘅資訊都好多同埋好準確嘅，咁佢自然會做一個對香港最好嘅決定。咁大家要對政府有信心先得。今次個 PressCon 即係都同外地一齊，即係同外地城市啊、新加坡一齊播，係咪估計呢個本嘅非本地買家嘅比例會比較高啲咧？非本地買家，我諗因為正常都係本地買家多。不過我諗其實政府睇翻政府嘅，佢政府都希望可以輸入多啲專才，補充香港一啲嘅人才，即係其實一啲嘅。咁事實上，我諗呢個計劃大家睇到個大方向。呢、這個方向我諗都會未來都會吸引很多，包括港口甚至其他地方嘅啲專才。咁呢方面我諗我哋嘅接觸同埋就喺香港都要喺其他地方。咁當然唔係即刻話下個月或者之後要做，我相信中長線咧喺香港即係呢種人才嗰個吸引力更加。咁吸納咗對香港本身嘅樓市係應該相對比較重要啲嘅。再加上正如阿志生頭先所講啦，咁項目能否即係買得好成績咧，其實都好睇個項目本身嘅質素嚟嘅。咁我哋都對呢個項目有包攬咗有地鐵上蓋啦、海景啦、亦都山景啦，咁亦都係本身我哋嘅選材各樣嘢咧都係頂級嘅。咁所以我哋對個項目本身都係好有信心嘅。大家都講係唱好香港嘛，咁我哋覺得嚟講咧，我哋多啲發我哋啲樓盤資訊咧。俾我哋嘅買家或者我哋有興趣嘅朋友嚟講都係比表揚香港美好嘅一面。香港有一個咁好嘅樓盤，地位置咁好啦，配套咁好啦，特別嚟講可以吸引到多一啲嘅專才嚟香港，呢個都係大家都為香港做一分力。其實港島南岸供應都唔少啦，有冇話今次會用一個咩嘅策略去賣樓，特別出？我諗其實啱啱講得好清楚，我哋本身做緊目標嘅就係本身圍住個商場嘅上蓋單，依、這個我覺得大家都計到數，任何技術都冇我哋咁優勢。咁我哋依個技術咧係最貼近地鐵站，咁大家見到其實我自己講啦，從方便嘅角度，無論買嘢又好坐車嘅角度。都係做緊係最佳嘅一個合作。我相信呢個咁，包括而家講嘅朋友或者買家業主咧，都好清楚嘅。我覺得其他嚟講，
即係我而家相比，如果作為一個買家嚟講，好簡單，就係我哋係最佳嘅一個位置。其實你講個實際嘅例啊，上季大概五位哥大家都有一個比賽。唔好講啦，你咁講，你咁樣講都係你。冇錯。開咗事實都唔得，邊個咧？你可以講啦，你講啦，即係普通嘅啦，唔好指名用姓。冇，我姓錢嘅，你用錢。係，好啦。咁我哋大家都做一個比賽，睇下佢有其他製生期，同埋其他期有幾大咁樣啦。咁睇下去到邊度入金鐘集。咁我到金，佢到金鐘嘅時候咧，我仲喺度。等緊車，呢個你錯咗，呢個你要見到啦，呢個咧要見到，係我係你去咗金鐘就揾我，點解我仲喺嗰個站？你去金鐘，你去咗金鐘，跟住我首先邊個係第三期先？你去金鐘，點解咧？因為佢閃咗，佢以為我閃咗曬，實證唔係。其實趙生嘅意思就是我哋其實當其時大家一齊去嗰個現場去睇啦，咁我哋喺本身個基礎係啦，基礎。喺個基座咧，咁啊就係趙生咧就先大家就坐車啦，就大家坐交通工具，坐港鐵，交通工具可以啦。咁佢就翻到去中環，咁中，咁我咧仲係去到嗰個飲茶，咁佢就問我咁點解你仲未食到？就以為我去咗飲茶，咁實情唔係，實情我真係未去到啊，我真係行緊去嗰個站口，咁佢話我依家喺個公司。即係變咗，其實我哋想而家帶出嗰個信息就話，我哋依個本身喺嗰個交通嘅優勢咧，顯而易見。當我哋去到金鐘站嗰陣時咧，我相信其他技術未必去到站口，唔敢去到車，未必去到站口。應該唔會嗱，每日十分鐘都計過啦。每日請幾位記者朋友去做個比賽。下次，我哋會有機會，好有機會做比賽有啲有公道啲嘅嘢。每次十分鐘，每一日係十分鐘，每一個月咧就慳咗7300，呢個係好大嘅。時間就係金錢啦。你頭先話個項目即係淨係第三期有專啲可以直達嗰個住宅部門。呢個就唯一一個，即係阿莫呢啲我想補充一點嗱，雖然好多人都可能 challenge 咗啦，咁嗰個客喺其他嘅地方可唔可以同一時間入咗嗰個 lift 入邊咧？我覺得應該唔得啦，因為佢管理係幾個要攞牌，扮跟住你係啦，即係本身我哋喺地下有一個入口，喺地鐵商場入嚟直達我哋嘅平台嗰個客，所以依個我哋強調就我哋有獨一無二嘅交通嘅優勢。去商場有勢，去到金鐘各方面有勢。商場就可以直通港鐵站，冇錯。好，大家有冇其他問題？想問下最近咧，有個新聞就係有親戚個人就話買咗學信，跟住後屘咧就話升息俾咧代理唔到啦，有冇啲回應咁樣啊？背景我都係睇到報紙，咁基本上嚟講，因為而家係我又係睇報紙。好似咧係地產代理監管局處理緊件事咧，咁你有正式公告之前咧，我哋都唔方便發表任何評論啦。咁如果佢哋個正式公告咗之後，我哋會睇一睇咧，咁咪再根據翻我哋公司既有嘅程序咧，我哋會處理件事。而家嚟講係地產代理監管局調查緊，咁我哋如果係太多意見都唔方便， okay. 影響我調查。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记得按个钟仔啊！